就是炭疽病啊，炭疽病就叶子都是软软的这样子啊。草莓感染的炭疽病逐渐凋零，更影响产量。1000棵差不多死1/10左右了，从苗栗上来哪里都很严重啊。朋友讲有1/3以上都前进落寞。农历春节前后是草莓产季，但今年减产近30%，草莓价格一路飙涨。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报价截至31号中午，品质等级最高的草莓批发价一斤已经达到409元，市场零售价每台斤更要500元，甚至飙破600元。特别的贵，量也不多。以前100块可以买一小盒，现在100块有没有一小盒都要200块，或是。再大盒一点的话，可能到500、600都有。市场水果摊上的草莓红颜欲滴，但看了标价，让人下不了手。大湖草莓一盒大约300克，450元，比去年贵了大约150元。特殊的白草莓一盒300克，则从800元涨到1000元。与日韩进口草莓一盒240克，799元相比，价格正在快速缩小中。草莓不仅贵，还产量不足，糕饼业受到冲击，有人干脆暂停草莓糕点制作，也有业者只服务早预定的客人，消费者最爱的草莓季被迫提前说拜拜。新闻徐伟成、庄子云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